足總杯32強，華聯3-0淨勝炮兵。出由林子峰報導。黃衫嘅華聯喺開波僅僅49秒搏到個罰球，邱傑華捉緊機會主射入網，初段華聯就領先1-0。越早嘅炮兵全場攻勢少之又少噶。至於華聯雖然淨勝三球，但其實攻勢亦都唔多，勝在把握力高。他們在下半場中段擴大比分，吳志倫揀自己射，雖然是中柱，不過補多腳。大鐘顯示46分鐘，但因為足總杯半場只是打30分鐘，所以已經來到換邊後中段了。到了臨完場前5分鐘，華聯錦上添花，邱志華看到定先至起腳，華聯最終正勝炮兵3-0進身16強，但下一圈他們會對蒙地卡羅。澳门电视台记者林子峰报道。